见到你真是太开心了。嗨，农民。嘿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济南市，今天白天小雨，晚上多云，当前温度8度。导航去泉城广场。6度，最高温度是要去泉城广场吗？开始导航。好的。搜索附近的换电站。按换电站进行筛选好了，是要去未来换电站。去换电站。解放阁宽厚里吗？我们去未来换电站，济南解放阁宽厚里吗？对。好的。开始导航吗？开始导航。开始导航。打开座椅通风。目的地是未来换电站。好的。打开座椅加热。座椅通风打开了。没问题。窗户开一半。没问题。随便放首歌吧。试试这些为你精选的好歌。上车吧，朋友。Thank you.